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的今集呢，就带大家去关口看看啊。今日几号呢？今日9月27号啊。澳门这边呢就不给出但是给入啊。出去呢就要24小时的核心检测，同埋呢去到珠海仲要你隔离14日，但是人地入嚟呢就唔使嘅。人哋入嚟咧都系七日核酸就得噶啦。而家我又睇下关口有几咁虚陷啊吓！我谂啲水货商都休晒息噶啦，而家无谓嘥钱嘥时间啊嘛。中午左右啊，而家中午12:00啊。出關的人咧，應該都是嚇、有啲好急好急的事才會出嘅啦嚇。不過點急都冇用，都是要隔離14日嚇。不過我估計咧，做完第一次的全民核酸之後咧，就會放寬翻嘅啦嚇。你話我話，同埋今次的全民核酸咧，我估計都是全部零確診嘅啦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总之就是这样、看到啦，水货箱关晒门啦，呢边而家都真系静嘤嘤咯吓，你睇成条路企喺度影影啊，几咁虚陷啊！唔知嘅咧，就真系以为系我一早过喺度拍啊，但系而家系中午时分嚟噶。难得咁好太阳，可惜游客嚟唔到，啲铺头都系已经闩晒门。嚟睇下啲药房都闩晒，咁你又知佢哋平时做啲乜嘢人生意噶啦。好，影张相先得。嗱，呢边都系啦，你睇下，全部都唔开啦，选择。我谂佢一开咧，就即刻俾人捉噶啦。睇下啲药房。几凄惨！成个 feeling 好似
好似我朝早好早過嚟行啦，所以我朝早七點都多人過呢度啊。你睇下啲藥房都執閂曬門噶，唔係執啊，差啲噏錯咗執得啊。數下佢嗰間冇開又冇啦，嗱都仲有人過嚟澳門嘅嚇。我喺度影一影個狀況嚟睇下。在这里拍回半分钟的状况来看看，行去入境嗰度影一影先。哇！我喺度跑步都得喎，真係。我喺度跑步應該都暢通無阻喎，都幾咁誇張。喺呢扎人喺度企喺度喺度傾偈，而家呢邊都真係。你即使排隊排到排咁耐都未有一個人上到車啊！陰公。去撚咗異世界咁啊！而家政府都好似冇乜点公布入境数据啊，可能都系费鬼事公布啦，公布嚟都伤心啊！睇下半分钟、一分钟有几多人。嗱，有一个啦，有一个嚟啦，半分钟有一个啊，睇够一分钟睇下有几多个啊！嗱，兩個啦，兩個啦，
三個啊，四個，一分鐘就得四個客啊，幾攞命。咁就睇睇啲發財巴啦，一場嚟到咁好難唔睇㗎，啱唔啱？史無前例地係冇人嘅，啲車分分鐘用多個人啊！哇！屌你呢鑊真係攞命喎，車用多個人喎，你睇下人有多幾多個啫？車用多個人喎，咁啊～碌柒啦！其實而家澳門個感覺都好荒涼噶，即係你唔好講話爆疫情啦，其實有種荒涼感喺度啊，我覺得。對面威尼斯咧嘅人就多啲嘅，因為咧嗰邊咧可能翻工啊，員工巴。哦，呢鑊真係車多嘅。喺度又影一影啦，睇下有几多人过嚟行啦。喺度影成半分钟啊，都冇人行过嚟啊！半分鐘啦，都未有一個人去加入呢個排隊嘅行列啦。我叫到，都唔使睇啦，走啦，我出翻去先。走啦，行翻出去睇睇啦。咁樣樣一季搞一次，你老尾仲有飯開嘅。啊，雖然平時就唔係話特別中意賭場啊，不過咁樣搞法，啲賭場冇飯開，都第日都有人失業，我哋撲街。我行出去啦。
有雪嘅。而家咧就已經帶大家喺呢邊係咁以行嗰個圈噶啦，行埋呢段路啦，呢段路都係死噶啦。咁今集咧就帶大家喺關口度行咗個圈啦嚇，咁咧都睇咗啦，的士站車多個人啦，咁啊發財巴都係車多個人啦，咁另外啦啲水貨箱咧都已經係全部冇開噶啦，咁唔知你哋又覺得今次嘅疫情幾時先會完咧？同埋今一次嘅核酸檢測，全民核酸檢測會唔會測到有新嘅確診咧？我就希望唔會嘅。咁今集咧就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，大家有咩想讲咧，就记得喺下边留个言，我知道噃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